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那早起的人呢？嘿嘿，当然就能享用到美味的早餐咯。这家北方早点在当地人眼中可是一定要去光顾的早餐店之一。现做现烤的烧饼飘出阵阵香味，出炉之后还要冷却一下，让它更酥脆。外表看起来焦焦的，层次分明的口感，不管加蛋或油条都好吃的没话说。韭菜盒也很受欢迎，外形有点像饺子，内馅包着韭菜、豆干、冬粉，吃起来咸咸香香，不油不腻，搭配料多味美的咸豆浆，让你一早就充满活力。